哎，等等，不能走大路，走小路。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小路近，大路远。再说，大路上来往行人、车辆、牲口太多了。看你带着枷锁镣铐，让来让去，你不累的好吗？哦，小路上人少。好，二位的心思倒和咱想的一个样。哎，对，走吧。哎，哥呀，这小子挺美呀。真到了那边，哎，他就更美。干什么？我想请你们二位前面带路啊，免得我走错了，二位跟着受累。我说吴佩姐，这36行可都有个规矩，我们押解犯人上路可都在后边跟着。就是吧，这可不能随便来。哦，这倒也是，我在后边走，要是崩行跑了，你们找谁去啊？嗯，不过二位走在后边最好离咱远着点，免得出事儿。嗯，哼，哥爷，这小子有准备。沉住气儿，到了飞云浦再送上西天。
哎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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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督监大人笑纳。哎呀，
何老蒋壮士送此厚礼呀、啊、托大人的福、啊、快活林酒店财源茂盛，日进斗金，区区薄礼何足挂齿。对对，日后就请督监大人多多照应蒋小弟就是了。哦、啊、好说好说。李龙啊，在，那就收下吧。是，今天是蒋大爷喜庆日子，二位可要多喝几杯啊。对对对，大家同喜嘛。啊，同喜同喜。二位请。大人请。请。干干。不知那武松的人头何时能到啊？嗯，按说也该来了。哎，你请你那两个能人是不是酒囊饭袋？请二位大人放心，天色尚早呢，这二位都是武林高手，身怀绝技，一定会把武松的人头带回来的。嗯，李龙啊，对，去大门口候着，人头一到速速带到这儿来。是，我要给他们